秦始皇的名字叫嬴政，史书记载他的曾祖父是秦昭襄王，祖父是孝文王，父亲是庄襄王。公元前259年正月，嬴政生于赵国首都邯郸。由于秦始皇的母亲出身自赵国邯郸的豪门世家，起初曾嫁给魏国濮阳人吕不韦，后因庄襄王喜爱，吕不韦就把爱姬送给他，因而引致有秦始皇生父是谁的疑问。吕不韦是大富商，他到赵都邯郸经商时，结识秦国公子异人及庄襄王，认为异人奇货可居，便千方百计地讨好他。异人喜欢吕不韦的爱姬，吕不韦就把爱姬送给了他，并用重金买通秦孝文王的宠妻华阳夫人，使异人取得了王位继承人的资格。他本人因此成了秦国的重臣。相传吕不韦的爱姬在嫁给异人时已有身孕，这个说法未必可靠，但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母亲的却有密切的关系。当庄襄王登上国君之位后，封吕不韦为相国，号曰文信侯。庄襄王死，秦王嬴政即位，尊吕不韦为仲父，代秦王摄政，执掌大权。秦王政亲政后，吕不韦因嫪毐叛乱而被贬归洛阳，后令迁蜀郡。秦王政12年，他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杀身亡。